大家好，我是梁朝伟。你今晚这么有雅兴？我怕明天没机会再喝。我想他们破晓时分才会到，我帮你准备好了灯笼。有没有灯笼对我并不重要，你已经看不见东西了，太阳猛烈还可以看见，希望明天天气会好点。如果日落还不见我回来，麻烦你替我找一个人，他叫做黄药师，告诉他我家乡还有一个人在等他。你找我干嘛？前两天你老公的兄弟来找过我，他们还想动我妹妹。我已经离开他了。不会再回到他身边了。你回不回他身边关我什么事？你舍得阳明山庄吗？舍得你的 Benz 吗？你在他身上捞够了吗？玩够了吗？经过连日来的地狱式训练，你终于懂得开枪了。但是懂得开枪不等于毕业，要打中目标，而且是打中你想打中的目标，这样才算是毕业。哎，其实我只是一张白纸啊，要把我涂黑，还要把我训练成杀手。不过我还是下不了手啊。你要认识这个牛，他是你杀父仇人。哇，这个美女叫什么名字啊？今年叫李立山，去年叫彭丹，前几年就称呼自己叫钟楚红，他的真名还没查到。三位是35、25、35。嗯，哇，这还算是人吗？简直是要人命啊！要了你老爸的命啊！但是我还是下不了手啊。就当他曾经折磨过你，强奸过你，性虐待过你。哇，要玩得这么过瘾呢、啊？不如这样吧，我不用枪杀他，等我认识他之后呢，下药让他迷上我，然后再甩他，这样他就会死得更惨。我不管你那么多，管着你老爸遗嘱写明，你要用枪来杀他。遗嘱上的东西是文字玩意儿，可以改的嘛。这阵子流行，你别这么烦了，人你一定要杀，总之你别杀错人啊。准备，真是。真是下不了手啊。哎，喂，老兄，你陷害我。嗯，相貌不错，一看就是好人。对不起，阿婆。错了，别怪我。这是老天有眼啊，鸿飞，你杀了我们扛把子，还敢在这里出现，你真是够种了、啊。我们一人吐一口口水，把你给淹死了。好了，兵哥啊，今天可以帮红星清理门户了。阿斌根本不能代表红星，他是红星的叛徒。我今天来，就是要告诉大家雷炮是谁杀的。老大根本是你杀的，你干嘛耍赖？啊，我老大不是鸿飞杀的。那老大谁杀的？
吃得了王八蛋。